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穿的外套，这是Chanel的。本来这要快50万。哦，好可爱哦！对，我从来没有看过火箭呢。这个多少元啊？这很贵吗？我那时候买应该已经70-80万。啊？什么？哦，对不起，对不起。欢迎来到完美研究室，我是江老师。上一次我们不是去看了老伦敦吗？那间店真的香奈儿真是多到爆炸。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已经跟老板讲说，我下次一定要去你家，我现在就来了。他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个人说到做到，而且我真的很想看老板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精品收藏，跟他的家装潢到底怎么样，品味在哪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再敲。他一定没有想到什么。Hello， 老板，怎么是你来了？等一下。合作蛮愉快，子恩，子恩，你我上次只是说说的呢，我不是说说的呢，我就是说到做到的呢，还真的来了，子恩 ，I miss you， 我全紧张的要，来到我们的家，好开心，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玄关，我一进来之后，让我就是觉得很惊讶的是，这个墙壁，不是这叫墙壁吗？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而且对不起。火炉，你在高雄，你确定哎？一定要去！我为了火炉，我买这一间。这里本来就有个火炉。没有啦，我开玩笑的。这其实是一个柜子，它使用度很高哦，它算是艺术涂料。可是我没有看过这种的艺术涂料哎。它好像是一种专有特别的技术。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在施工来做的时候，它要请出去，不会有灰尘吗？还是？不是。是他们的技术不能被人家看到，不是讲的一副好像我看到我就会做一样。对对对，我说哦，我知道怎么做，原来是面粉涂在墙上。是真的，他们真的是那时候叫我们先出去，是不让你看。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多在外面。Oh my god， 这也是很任性的师傅。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视角，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一进门就猫跳台这么大一个，对啊，这就是猫咪游乐园哎，然后就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它跳上去之后还可以一路去这样，这个洞是该不会是让猫咪跳下来？它的洞，它的家在这里。对，猫咪的家。你确定我要打开？打。它家有很多你的东西。你怎么把你自己东西放到猫的家里？没有啦，这是它在它睡觉的地方。直接打马赛克。你怎么忍心？人家家就这么小，你还放拖鞋？没有，他两层呢，我两层给他很 OK 的吧。一二呢？他有喜欢吗？我还拿我的衣服铺在这边给他睡觉。他根本没有喜欢，没住这。来，这个打开是你的鞋柜吗？对啦，我的啦。噔噔。Oh my god！ 全部都是柜柜哦。没有啦，这区是那个球鞋区。那另外一区是什么区？另外一区是这里。旋转的意思，你很聪明，为什么我家没有这样做？哦，你看它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收纳空间，然后可以收纳到最大，因为它就是用斜角的方式这样做。只是我告诉你，这个会有一个，就是这边会有点卡卡。哦，用久了还是会有一点故障。设计师他觉得很卡哦，差不多要来上一点润滑液。等一下，我要看这个鞋子，我要看这鞋子。Oh my god！ 男生说穿。你眼睛很厉耶。火眼金睛，火眼金睛，你穿给我看，你穿给我看，快点！我天哪，那你讲坦白的，这双到底好不好穿？爱马仕的这个到底好不好穿？我觉得蛮好穿的，但是我只有穿过一次。这么好穿，这么好穿。可是这一双我就很常穿，爱马仕拖鞋。这个它这个头就是他们的那种凯利凯利的经典的那个头，直接把它做完。男生很爱买这双这双很好搭。来，这双真的很好搭。来，你穿。而且这双能露出我的指甲，我觉得很加分。你就是指甲很认真哎，要啊，真的就细节这样子。等一下，这好可爱哦，这个是球鞋吗？对，跟飞董联名那一季的。Oh my god！ 这双设计很可爱，它就是有点不对称的，有点涂鸦。对啊，这双好可爱哦，就算很年轻。我蛮常穿的，你看鞋底就知道。有没有哪一双是你觉得特别难买到的？这一双吧。哦，好可爱哦。这双算是 vintage 款的哦，它是雪靴耶！天哪，你不觉得就是它的 logo 就直接显影了呢？对，很酷哎！对啊，这个应该很少，量不多，对不对？不多，所以很难拿到。真的很少。我发现玩精品玩到最后，大家都喜欢那种稀有，比较特别。听到那种难拿到啦、限量这种就，斗志就燃烧。对，我就是要这个，一定要。我就是不要别人拿到，我穿不穿另外一回事。对，我不要让别人穿，就是要，这才是重点。对，偏差非常非常的偏差。一个客厅很重要的，一定要有这种很 chill 的地方。就有时候我晚上会跟我老婆坐在那边聊天吃东西。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高？
不会啊，还好吧。哎，它是可以调的。右手边，我觉得这一集真的他很疯狂哎、欸，右手的部分，要不然你们下一集找他去主持。所以这个吧台你们平常就是喝点小酒，对，吃点东西。你看你的右手边，那边一定要有一些饮料，饮料晚上就很 chill 这样子。对，那这边还有电磁炉，你有在煮菜？没有，我不相信，你就是加热，加热 Uber E 这样子哎、欸。对，你知道我一个月 Uber E 多少钱吗？一个月煮完。不可能！真的，我叫乌龟一直吃了九万。你要不要省下？每个月八到九万。你要不要省下买包包？你这真的乌龟可以吃到九万？真的，因为我一天只要喝三杯咖啡，我就是一杯叫一个，二杯就对，就这样。你就一直叫，我就一直叫。你不会一次叫三杯，然后等一下就是早餐？不然咖啡会变质。偏差，非常非常的偏差。这什么玻璃屋？超美。这个弧线这样子做成一个透明的一个书房。对。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来。一定没有在念书哎、欸，一定没有念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嘛，书都没有拆封，全部没有拆你。没有，你没拆那个真的是摆好看的。我老婆的书全部都在这边。哦，所以她是有在看的。有，只是这里面有点乱。哦，她真的有在看哎、欸。真的，没有，原本这边是很正常人生活的地方的状态。正常。但是因为你们呢、啊，你知道我请了整理师。可是你有做很多收纳，只是你没放进里面，那做了有什么用？没有，就是请整理师的时候。我们家真的是蛮多隐藏收纳的，所以就是整个空间都还是可以规划的很美。就是平常爱用的时候都拿出来，用完就放着，啊，整理师再把它放回去。你们家采光非常好，就是这个落地窗是一整面这样过去的。我老婆那时候在买房子的时候，她说她一定要阳台。哦。但是呢，这一间她没有。哦、oh, ，但是他就要采光很好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起讨论出来，就是说设计一个假阳台啊 ，Let's right 就是这种。可是、啊、我这集肉比较炸出来，因为月经快来了，好像有点胖。老师，老师，我们不会坐这边、哦，不会吗？那我们是坐那边，我们阳台、啊你。你不先讲，这边只是一个走道。我都坐下了，我们不会坐这边，我不甘愿，我都在这边凝望着外面的美景，回顾你。这是门哦，所以你们就是故意做一个隐藏式的门。对，其实这个也是艺术涂料呢，只是不同材质的。就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That's right.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我就很明确了，不可能，不可能 pose 太多，啊，太多了，你可以走开。烧我烧，你先起来，因为我起不来。不好意思，我想见你们。站不下来，阿姨。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闺房的部分。好 ，OK。No Wonderland， 不可能挡住主持人，你差不多一点。哇，哎、欸，这里全部的都是你刚刚讲那个艺术的那个墙面的那个。That's right. Oh my god！ 所以，哎、欸，我觉得你厉害的是说。你真的很有质感，因为有一些人想要把自己家里装潢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哎、欸、很富贵的样子，可是风格没有搭到，哎、欸、卡住。你知道我们设计图跟设计师改三十次，三十次不是三四次，是三十次。你想要干嘛？你想要把它弄到退出这个圈子，以后没有做下一个 case， 我做完指纹我就先退休。真的假的？为什么你很要求这些整体的视觉感？因为我有点美感洁癖。哦、对，所以那边只要稍微有点搭不到，我就会将它改掉。我觉得很厉害，因为非常的协调，两个人的梳妆台是我老婆的，然后这是我的。OK， 听说原本不是长这样，原本我只是一个很简陋的透明桌，然后结果为了我们买了一个桌子。哇，也是很会收纳哎、欸！我告诉你，收纳空间真的很重要。生活感很重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个高级感。真的。对，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是什么？应该是卫浴的部分。Let's run！ 哇，好漂亮哦！等一下，这个，哎、欸，它整个氛围真的很厉害，这很像饭店，这很像饭店。嗯，这个太阳浴缸是他们建设公司付的。哦，是。对，这不是我另外买的哦。然后你也满意。可以要通过子恩的眼光真的不容易，okay. 只能说这个可以留，其他不行这样。我真的是其他都打掉重做的，对，得了我的这边全部都打掉重做。这一面也超漂亮，这面这是你选的吗？我选的，我觉得很厉害。你看哦，这一面的墙面它其实颜色很多种，是，但是它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非常协调。你真的是品味很紧绷哎，真的给你拍手，要吼，真的拍手。然后这个灯这样间接照明这个镜子，对对 对, 对, 对，漂亮。然后所以是一个是你的，一个是太太的，没错。我来猜谁是你的。这个是你的，
好，二选一还错，好难受。没有，这我太太的啦，她喜欢孔雀绿，我就说好啦，不然就一人一色，就这样。就妥协，就妥协。好啊，各自在这里面还是有个自由度，可以自己做选择啦。你跟医师没有在主卧哎、欸？没有，因为放不够啦。拜托，是谁？我们子恩哎、欸，我们子恩的更衣室长怎样？没有，我告诉你，原本我跟医师选原本是次卧，来把它改成更衣室。这个不得了，这个门敲起来这个声音，他在呼唤我。有吗？在。要进去了吗？在。好，进去了。Go、yeah!。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但是这很夸张，我的天哪、啊，好，好香，好喜欢，我一定要这边大玩特玩，我要这两件，可以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穿的外套，子恩，我们一人一件，眼光很好，这是手套的，这真的很 over， 我就问你穿去几次？两次，我有去两次拍照，我一次是去时装周有穿它。哦、可以撑住第一名，一定要啊！那个焦点的部分，而且这种东西量其实应该很少，很少。它也是 vintage 的。你要穿这件还是这件？我们一人一件，好吗 ？OK， 那我们穿好之后再翻过来面对镜头。有哦，你今天来到高雄子恩的家，总是让你很惊讶。Oh yeah， check it out！这个东西是贵贵的吗？没有，因为它这件是那个吧 ，Supreme， 就是啊，对啊，没有到很贵啦，啊，可是就是很有造型，没有很贵。我记得这个件好像才一万多两万吧。哦，那真的是便宜哎，便宜的，那真的是便宜哎。对，那这个嘞，你那件要快50万，是不是便宜？这个就快50万，因为这一件是 Vintage 的，就是买不到了。哦、就等于说它的量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找到的，很少很少，9697年的秀款，很少。天哪，很好看，而且50几万，你好夸张，50几万。我那时候收的时候应该是40几吧。你怎么遇到？你怎么遇到它？我在日本收的。你在日本看到就直接说。不用再问这种问题了，是什么？我大希望哦、想要收什么都收得到。我大希望真的是。哎，有没有哪一件是对你来讲有特别意义的？不可能自己吧，我不想输呢，不想输，特别意义哦。哦 ，NMN 吗？这是什么牌子？怎么办？这是我的牌子。那我想说，我也马上记录一下呢。没有，它是真的算是我的设计款的第一款。哦，所以你有自己出衣服的品牌？我是今年才出衣服品牌。哇塞，哎，很好看。我告诉你，你待会你根本就出给你自己穿。我在就是设计我自己喜欢的设计。哎、欸，厉害哎、欸，厉、啊、害！你我告诉你，也可以穿。欸、只能你知道我155公分。我告诉你，这一件150就可以穿。我不可能。你可以，你绝对可以。我来帮你服务。你等一下，不要让我看起来像流浪汉，我就不会生气。真的啦。不可能啦。你的时尚度你会 hold 得了？我 hold 住了吗？可以。OK， Beyonce 好看。买的吗？不行啦！当作在店里逛街一样。哎、欸，这边很多很漂亮的首饰哎，子恩，我要打开喽。好啊，好啊。哦，是我的啊，子恩，你把它扣起来、啊，我就走出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整圈是有个钻在旁边绕。对。然后它这个链子的设计呢，就很精致、很别致、很优雅。然后这边扣的这个部分也是有两都有带钻的。对。对。这样子多少钱呢？这一只吗？嗯，这一支最后好像装没有啦，这一支专柜最后 VIP 客厅就是，因为它是实心 K 级，我这样怎么办？我的婚姻，我跟你讲，这个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我跟你玩 Vintage 的人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找到一些你在这个路边根本没看过的东西。我看你这一颗应该是史上最大的2.5。你这一颗我真的看了都会很想笑。你看它这个扣子有多大，疯掉，什么意思？而且这一颗啊，它是布的嘛，软布的，所以可以插别针、胸针，你就可以自己去搭配的样子。对，天哪，就是自己的 style 可以自己玩出。而且重点，对，重点是你背起来超好看，一定要。你找到它的胸针，其实你看，你完全就没有想要放在店里卖。你可以啊，哎，好可爱、喔。这是XXXL了吧？这可以直接就是。
一言不合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就背着哇擦擦，然后就这样，然后还是很可以很时尚的离家出走。这是他们2.5系列最大的，就时尚的。我还有一颗 CF 大的，这一个。哦，好夸张！等一下，有照到放大灯。因为我自己是喜欢比较特别的啦，而且男生背这个就很好看、啊，对，很好看啊。因为女生背小就优雅，但男生背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开放，就很多不出国嘛，都会把它当机场包。这个多少钱、啊？这一个现在买不到了，一般专柜现在的那个 CF 啊，25的35万嘛、啊。对，超贵。对啊，可是那个时候这一次这颗出的时候还没那么贵。一定啊，他如果就那个时候比较久以前的话，其实先买就是已经抢到一个很好的时机了。是、啊，然后再来，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些。爱马仕，我们的好朋友爱马仕，这个是鳄鱼吗？对啊，这颗。哦，你这边还要给它吊饰。对，我用那个 Chrome Hard 的，所以让它增加一个比较阳刚的气质，我觉得。对，不然我一开始其实觉得凯莉啊，就是 Kelly， 她是，她我觉得她比较 Lady。这个多少元啊？二手的话大概应该也是100左右吧。这颗也是鳄鱼，所以你个人就是鳄鱼控。对，这状态绝好哎、欸，极好哎、欸。而且这一颗是他们，我都收倒 V 的。对，就是他们的野生鳄弯鳄。就是它的分等级，对，我知道有不同形状，所以这个等级是怎么样？弯二是最高等级的，它这个也是鳄鱼，这个30公分，这也是倒闭，而且这是不是全新的吗？这不是，你从二手收来，可是它连膜都没有拆。有一些我们都会找状况比较好的。哇，你真的很会找哎，这样运气很好哎、啊。这个是 HAC， 我老婆很常拿这一颗 ，HAC 就比较长一点。不会紧张说它是白色吗？可以镀膜，你有镀吗？有纳米镀膜。尤其是水啊，你泼到的时候它就会滑掉，哦、oh, ，就是脏物不容易附着，比较不会伤到包包本体。哇，好厉害！谢谢你教我这件事情。虽然我目前没有哪个包包贵到需要镀膜。好，来，我跟你讲，这一区显然就是运动区，但以我对子恩的了解，这些东西应该就是买来放着很漂亮，没有用。这是什么？完全二胡吗？二胡呢？二胡。我还拉手风琴了，再加二胡带子，等一下，这是滑雪板，这滑雪板，我非常可以肯定你从来没有滑，真的没有滑过，好夸张，滑雪板，就是我那时候收到就是马上，啊、然后要干嘛？没有要干嘛，就是放着，就是我收到了，然后这边是打网球，对，要不要打一下？香奈儿真的很知道怎么赚你们这种人，就是说没有，因为我告诉你，它真的很值得，它也可以是一个包哎、欸。Okay, 不是很背这样，好像就是我不相信你有背这个出去过。有，我真的有背出去过。我也是搭配，就是我真的背它出去。所以你那一天的 outfit 就是比较运动风，你就搭这个。我那天就假装它像吉他的这样的背法那样走出去。我跟你讲，吉他你听到真的会生气。来这边也是您的衣柜是吧？是。这个流苏什么意思？要不要来一人一件？要来，怎么搭配？怎么搭配？天哪，我这一件真的是。很悲哦！我不想。Oh my god！ Oh my god！ 哒啦哒啦哒啦噔噔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噔噔哒啦啦噔噔哒啦啦噔哒啦啦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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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呼吸啊！吸！你要蹲着，我要这样子。吸啊！这是演哪一出？哎，我拿一下我的咖啡。全部沾到奶泡，我就问有没有吃饭。我煮火锅，直接泡在海底捞哎！我真的很少穿，可是不觉得这种衣服就是一定要收吗？我觉得还是人生还是要有几件，对啊，就是让你有特殊场合的时候真的拿得出去。就你要有嬉皮的 style 的时候，就是要有它。对啊，对啊，对啊，打到眼珠。这是什么意思？这颗是什么？这颗很可爱。这是什么？它是可以背的火箭吗？好可爱哦、喔！对，我从来没有看过火箭哎、欸。他们的那个秀场是火箭的那一，重点是它超级精致哎、欸。对啊，你就不喜欢它很沉吗？对，就是很有分量。它其实很有分量，然后它还皮穿链哎、欸。对，它皮穿链，它配皮穿链。好可爱，然后上面这每一个这个都是钻哎、欸。对，然后这边有可可女士的人像，而且你看它每一个小须须都垂 logo 呢、欸。这个多少元啊？这很贵吗？这个现在应该很贵了，因为就是很限量啊。我那时候买应该已经70-80万。他怎么？哦，对不起，香奈儿，香奈儿，对不起，拉格菲，对不起。可是他们现在应该已经，那时候好像拍卖场都已经到100了台币。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不是东西的本体的材料的价值，不是价格，是一种稀有度。好开心，每次这种就是这些活动都可以让我看到一些真的很惊人的一个包包，很特别的吗？对啊，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然后呢要记得12月号的封面人物是。
2024年的12生肖的运势，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到官网去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哎，左边还在有在。我下次有活动跟你借啊，可以吧？这个可以戳死人，有什么？这个、也可以打人，就是哎，我跟你讲，我差点下巴被转。哎，它有点防身的效果，哎，我觉得有哎，就是遇到坏人就哎。